好，我们看一下血液病病人患者的一个麻醉啊，麻醉。关于血液病患者的麻醉呢，我们大纲要求我们呢，对于病情评估、麻醉前的准备、麻醉选择、麻醉管理啊、麻醉管理等等，这尤其是麻醉管理是我们掌握内容，其他呢都是我们熟悉的内容。也就这一章节咱们给他的这个章节内容，基本上都是一个。啊，大体的人都是应该知道的情况啊，知道情，因为给你都是一个，应该说是给你都是一个精华部分了啊，对于考试都是应该干货的内容，所以应该都知道啊。首先我们看一下麻醉前的评估和术前的准备。那我们看常见血液病，常见血液包括什么？红细胞病、贫血的、红细胞增多症的、白细胞病呢是白血病的恶性淋巴瘤的和多发骨髓瘤的、出血性疾病、凝血问题的。啊，后天获得性凝血功能障碍的等等，这些出血问题，包括血小板减少的，对吧？这些都是一个出血问题。所以红细胞、白细胞出血性疾病，这些都是要知道的啊，这都是要知道的哈。那么看贫血，贫血什么叫贫血？是循环血容量当中这个血红蛋白数，包括红细胞数、红细胞比容，它是降低的，要是低于正常状态，都称为贫血，对吧？你红血红蛋白量、红细胞数、红细胞比容低于正常状态，都叫做。贫血，它包括缺铁性贫血、巨幼红细胞性贫血和再生障碍性贫血，对吧？这是咱们最，就是这三种是最多的啊，最多的哈。当然还有其他的贫血哈，当然我们就这三种是最多的。你要知道定义就是血红蛋白量、红细胞数少了，血红细胞比容降低了啊，降低了。我们看凝血异常的，凝血异常就有遗传性的凝血异常，比如说血友病的。啊，血友病的是吧？就血友病甲的、血友病乙的，就是血友病8因子和9因子的问题，对吧？还有血管性血友病的，啊，血管血友病的，以及获得性凝血障碍的，比如维生素 K 缺乏的，啊，肝脏疾病引起的凝血问题的，是吧？包括病理性的凝血抑制物的产生的，要血小板异常的、数量减少的、功能异常的等等啊，包括抗凝血酶异常。所以，总之，它结局是引起凝血的问题了，对吧？总之，结局是引起凝血问题了。不管血友病的，还是凝血因子的问题，还是血小板的问题，最终结局是凝血有问题了啊，对凝血有问题，对吧？那第三是恶性血液病的，比如白血病、恶性淋巴瘤、骨髓瘤啊，恶阻啊、恶性组织细胞病等，这些都称之为恶性白血病、恶性血液病哈、恶性病，包括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、慢性淋巴细胞白血病、霍奇金性病和非霍奇金性病等等，都是属于。恶性疾病的，就是血液病的癌症，血液里的癌症是吧？就血癌是吧？老百姓叫血癌。咱们把血癌呢分为这么多类型，这种类型是吧？白血病、恶性淋巴瘤、多发性骨髓瘤和恶性组织白血病啊等等这些类型啊，这些类型啊啊，这就是一个多发性骨髓瘤的患者啊，多发骨髓瘤的患者哈。好，这以上呢是关于。血液疾病，咱们大体要知道一下这些情况，是吧？包括凝血问题的，包括一些贫血的这些情况的哈、啊，包括还有一些出血，就是说恶性血液问题的啊，这些就是我们的一些病因问题啊，病因问题。那接下来我们看一下术前准备和麻醉前用药。你既然把这些疾病你了解了，你了解了，我看一下这是贫血的，是缺铁性贫血还是巨幼红细胞贫血？我看这是个白血病的孩子，啊，白血病的孩子，我看这是个恶性肿瘤、恶性淋巴瘤的孩子。是吧？这些都是你要评估到的，包括凝血因子有凝血有问题的，凝血有病的啊，血有病的，血小板减少的，那他也不能说血有病患者就不能做手术吧？所以你要怎么着？要充分的进行相关的准备啊，准备。那术前准备，对于贫血的啊，你缺铁性贫血、具有红细胞性贫血、再障，是吧？你要针对病因积极纠正。缺铁性贫血你要什么？比如说，一般女性最多的，就像月经增多。因为增多，比如说，应该是什么子宫肌瘤啦，什么这些，可能就是它引起的一个你缺铁性贫血，那你就可以适当的补充铁剂，让它血色素往上涨一涨。那如果太多贫血的话，你做手术是有风险的，对吧？凝血异常的、血友病的，你要术前充分补充凝血因子，轻中度的用啊 DDADV 的一个 P 的一个处理，是吧？那替代疗法也可以，就是你要补充的凝血因子8、凝血因子9。说新鲜的血浆也好，新鲜的全血也好，是吧？这些都是可以的啊，都是可以，都是你给他补充相关的一些凝血因子啊，凝血因子。我记得以前说过一个病例哈，就是原来一个老大夫，当然不是，应该不是我们医院的哈，就是我听说的一个应该很早很早一个老大夫了，现在早就应该得70多了哈。他就是在他年轻的时候就，那时候个外科大夫，他就做手术，来个小孩阑尾炎。
他就给你做手术了，结果这小孩就是一个血友病患者，对吧？你没有做充分的准备，血止不住。我血说，你这时候你再发现他这个血怎么一直止不住的哗哗的流，哗流，这时候你再需要再去准备这个零新鲜血浆啊什么这些准备的时候，就已经为时晚矣。为时晚矣，这患者就死掉了，死在手术台上了都。当然那个时候就应该是五六十年前的事情了哈，那时候还好处理一点。还好处理一点哈，就是达成共识啊，赔点钱呢，或者赔点什么东西，就拉倒了。但是现在肯定是一个事故了吧？所以就是说这个事儿，你要麻醉师也好，或者我们的作为医生也好，你要详细的询问，详细的评估。他不，并不是说凝血就有血友病的患者，人家就不能得病，就不能得外科病，就不能手术，是吧？但手术是可以，你充分评估，充分的进行准备也是一样的。那也是一样的，是吧？所以要明白哈，就凝血因子异常的、血友病的，你要补充这个凝血因子啊，补充凝血因子是吧？那血管是血友病的，那你要禁用阿司匹林啊，这些包括消炎痛、保泰松这些容易引起凝血出现问题的，是吧？凝血出现问题的治疗有一型和三型是吧？三型它治疗，那可以用新鲜的血浆、新鲜的全血，是吧？包括一些冷沉淀等相关处理，也是对血友病也是要补充相关的一些凝血问题、凝血问题或者替代疗法等等，是吧？那对于获得性凝血异常的，要积极治疗原发病。获得性的肯定是后天的，肯定后天就是它肯定是有原来有某些疾病，现在呢。终于被你发现了，对吧？终于出现其他并发症了。那并发的凝血问题是由于某些疾病引起的，所以你要找着原发病去治疗，补充维生素 K，对吧？那可能是肝功能问题引起的凝血问题，对吧？那你就改善肝功能，可能维生素 K 缺乏引起的，那你补充维生素 K。有明显出血的，可以输入新鲜血浆，输入血小板，那这些都可以。啊，肝病的并发 DIC 的，你就不能用肝素了，对吧？不能用肝素，纤溶抗进的用抗纤溶的药物。啊，等等这些，总之就是获得性的。你认为它是个获得性的凝血功能障碍，那你就去积极寻找引起它的一个病因，去病因治疗。啊，病因治疗，同时呢再加上对症治疗，是吧？综合去治疗，治疗。那我们看血小板异常的，血小板异常所引起的原发血小板减少，用激素，肾上腺皮质激素治疗。啊，激素无效可以用免疫抑制剂。继发性的呢，主要是找原发病。啊，转阳的血栓性血小板减少的呢，用激素，再加上抗血小板聚集的药物。血小板功能缺陷的呢，要输血小板。要输血小板啊，所以你要尽管呢说的条条是理哈，我们记得我们有病人，他就是血小板进行减少，啊，从原来的时候还可以50是吧，到后面就20到12到8到3，最后病人让人死了哈，就是这事儿，他就一直在少，你找不到原因，你也不知道什么原因啊，那你考虑原发性的吧。那原发性的话，用激素吧还没有效，那家属也不积极治疗，也不积极骨穿，也不找啊，就是最后最终也结局也是死的哈。那你要找原发病，你还找不到，因为它就是在不停的减少啊。原发病就是曾经做过手术，20多年做过手术，瘫痪了，那你就没有什么病。那20多年他都没有血小板减少，都出院都有了，那不可能的事情啊，对吧？所以他肯定是有别的问题，却一直在减少，减少哈。血栓性的也不考虑血栓性的。也不考虑血栓性，那没有血栓一个风险啊。那功能性的呢，那也没有找到，是吧？没有找到哈，所以最终结局这病人还是死了，就也不尸检，咱们最终也不知道他怎么死，就血小板减少的哈，最终结局也不知道哈。就是说血小板异常的，你要进行相关的处理啊，相关处理。那这个就是血小板问题。那骨髓显示，你看聚合细胞成熟障碍，那不就形成血小板的障碍了吗？对吧？原来血小板都会减少，红细大致正常，那跟红细没有关系，那就是聚合不就形成血小板的问题，那血小板成熟障碍、血小板问题，那聚合细胞成熟障碍，那血小板就没有问题，对吧？就有问题是吧？你看你就用一些相关的一些激素治疗了，对吧？那我们看恶性血液病的，恶性血液病，除非你看急诊必须手术，一般不进行手术，一般不进行手术哈。如果用过，你看用过皮质激素的，术前继续用啊。贫血、出血、感染。恶性血液病就是这几个是吧？贫血、出血、感染，还有肝脾淋巴结肿大，还有白血病的典型的四大表现是吧？那就是再障的呢，就贫血、出血、感染，没有肝脾淋巴结肿大，对吧？它俩就这样区别，那你可以输入相关的，比如红细胞、血小板，是你血红蛋白在90克以上，血小板在50以上，凝血障碍的可以输冰冻血浆，把凝血因子补一补。
补一补是吧？总之就是你恶性血液病的，你能不手术的不给他手术啊，不给手术。那你说实在不行，必须手术，那你要把这些相关的因子补充一下啊，补充一下是你的血红蛋白，是你的血小板，是你的红细胞等，都尽量尽量就是给它靠近正常啊，看要能够耐受手术啊，耐受手术为止啊，包括凝血因子是吧？就耐受手术为止啊，为止啊。那我们看一下麻醉前用药，麻醉前的用药是吧？你这麻醉前的准备，准备不就这三个，不管贫血也好，血小板的问题，凝血因子，还有恶性血液病，那这些你都要做好充分的准备啊，充分的准备就是你给他去补充这个相关凝血因子也好，补充血小板也好，补充他的一个血浆也好，反正总之你给他相关的得补充，让他就是接近于正常，就是能够耐受这个手术，对吧？能够耐受手术。咱们看麻醉前用药，常规使用麻醉前用药，但是避免是吧？皮下注射或者肌肉注射，可以口服，可以静脉，脑出血的，全身症状差的，严重出血的，应该避免使用吗啡，你不能使用的药物，要治疗一下，治疗一下。常规用的麻醉前用药也就可以了，但是不能皮下，也不能肌注，但是可以静脉，可以口服，因为它皮下或者肌注的话，它可能一个是。你血小板少，它可能就皮下大片淤血了，是吧？那可能也可能凝血因子有问题，它可能就出血了啊。所以要是可以静脉，可以口服，但一般不能用吗啡啊，吗啡。所以这是麻醉前的准备和用药的问题。用药问题，麻醉前准备就包括这几种疾病，你要给它尽量给它调整，应该就是尽量调整好一点，对吧？尽量调整好一点，让它有一个更好的状态去迎接这个手术。啊，咱们可以，你缺啥我给你补点啥，对吧？就是这意思吧。缺啥给你补点啥，再治疗，积极治疗原发病。然后用药呢，就是你要知道，用药基本上咱们以口服和静脉，不能肌注，不能皮下啊，不能用吗啡，这个治疗一下啊，这个治疗一下啊。